快看这大灯也太漂亮吧，吉利银河 E8 首创的158窗口的矩阵式大灯，配合是分体式的灯组，特别的帅，而且还搭配了主动式的进气口，加上整车的流线的造型，大家可以大胆猜想一下这台车的风阻系数有多少，0.199，没有对手了。像我们拍的这一款还有激光雷达以及全车多个视觉传感器，支持更高阶的辅助驾驶配件。而且看到它的车身侧面，5010毫米的车身长度以及2925毫米的轴距参数够长吧？贯穿式尾灯够长吧？这还不足够，来看内饰大屏，48英寸的 8K 大屏，简直就是屏幕上装了一台车。除了打游戏看电影，你们想想这台屏幕你还能干点啥呢？搭载了8295的车规级芯片，3D 渲染提升3倍 ，GPU 性能提升2倍。什么815芯片，那都是弟弟。吉利银河 E8 和它的大哥极氪001以及路德斯都是同为浩瀚平台打造的，双电机四驱以及激光雷达这一套高阶的辅助驾驶，再加上车内 8K 大屏，买电视送车，说的就是它。